金砖五国 B R I C S 哦，在南非举办峰会哦。我们现在呃，全球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因为包括习近平、包括莫迪以及巴西的这个啊、呃、总理鲁拉也都到了现场啊。巴西的总统鲁拉也到现场哦。那我们也在思考这件事情，想要请教一下呃，这个吕副总，就他们现在所集结的这个金砖五国。 的力量来看，有人说即将取代 G C 粉，你觉得有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吗？好，我先。 定性定调哈，我们看到一个国际事件，先来看它的本质是什么？<質>那我个人认为，在很多年后回首来看，这次的金砖峰会应该是国际关系跟地缘政治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哦，就这个时间点来看<對>这件事情。那我们看到，其实西方媒体很紧张。我里面注意到，像《金融时报》、《金融时报》哦，然后路透社还有西安》，都说，是中国主导这个相关的国家要来对现在西方国家的霸权秩序。 造成一个重大的挑战，这反映出就是西方世界、西方的媒体对这个议题的一个高度的焦虑，<對>算是紧张了、哦，对，緊<張>觉得很紧张。对，那我们来看里面的一些新闻背景哈、哦，因为这次是在南非举办，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啊，中国、大陆跟南非进入黄金时代，然后说都是全球南方的一个成员，要团结一致，要推动啊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反对单边制裁，好、哦，反对小院高墙。 吸手维护共同利益，哈。那往下呢，则是跟金融有关。我们待会要来详细的琢磨，哈。去美元化，元化它不是金砖国家推动，是你美国自己把美元当成武器化，那你造成全球的一个动荡跟不满。所以呢，习近平为首啊，你看到大陆这个媒体啊，官媒啊谈到这个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共同货币，貨幣是大势所趋，但。 他也跟你讲，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那我们就进到里面来一，一个一个谈哈。因为这里又有一个字眼叫“全球南方”，南方我想可能大家就卡住了，是在讲什么事情哈？<對>什么叫“全球南方”？那个一般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见解说，反正在南半球国家啊，南就南方；北半球就是北方。但这里也有一个矛盾哦。 请问国大的不是在北半球吗？对。可它被界定为南方国家的一个领导的国家。对。那澳洲跟纽西兰不是在南半球吗？欸、对。可是我们认为它是西方国家，呵呵所以呢，各位就不能用这个什么南半球、北半球来理解、其实这个字眼现在在国际关系，它是一个高度政治意涵，指的就是说，呃，慢慢的崛起的一些新兴国家，它集结出一个联盟。 大概全球加有七十七个国家，那这些国家就有别于过去，我们把它叫富人俱乐部，就 G7 西方主导这些比较富裕的国家，所以 <Okay. S 2> 所以全球南方不是地理的区隔，它是一个概念上就是有别于现在我们已经习惯长期但这两百年西方建立的秩序。 但是跑出一个新的秩序，而这里面其实很具关键性的国家，当然是中国大陆。中国、哦、不然西方国家或西方的媒体不会那么紧张，因为他都已经跟你讲说，我们不要单边制,制,制裁，我们不要小原则，我们要团结一次，要捍卫共同利益。 我跟各位说，大陆这些呃领导人或是官媒讲的话，他都是字斟句酌。他讲这个话，当然你会感觉他蛮具针对性的。所以，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二个问题就，就到底会不会扩容？什么叫扩容？加入金砖的团队会不会越来越多對對？这一次在南非召开，他是发出了六十国、六十九个国家的邀请函。邀请。哦，那有四十个国家表示有意愿加入，<Okay. S 1> 那有二十二个国家已经正式提出申请。 我跟各位说，这不是一般国家，印尼、沙特阿拉伯、埃及，哈这些国家，他都已经正式提出了加入。那这里面就有两个路线的一个分歧。从重种大来讲，反正你美国一直搞这个联盟来对抗我，<对>所以我大陆也想要走自己的路。 未来形成一个联盟，所以以中国大陆为首，他当然希望是扩容，我这些国家都能够加入哈，我就形成一个阵营，可以跟现在美国为首这个西方阵营来互相的一个呃，不管是不对抗啊，或者是这个匹配啊等等都是哈，这是中国大陆的路线。但这里面我们就发现很有意思，其实印度啊，哈，印度跟巴西它是有保留的，为什么？第一个，我这里已经十来年。 我是跟你中国大陆平起平坐，没错<錯>。那你主导一个这么大一个联盟，那我是不是印度、巴西都被稀释掉了？角色上对，角色就开始弱化弱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要忘了，其实印度啊，还有像这个巴西，它跟西方的世界是密切的。<對>那如果搞到一个是对西方对抗非西方的结盟。 看起来也应该不是这个时间性就小这个扩容里面，其实未来的关注重点在于说它有路线的分歧。路线，好、哦，那这五个现在已经在里面的成员国，其实有不同的考量，好、哦，不同的想法。哦、所以有关扩容与否，就是看到哪一个路线在未来啊、呃、是否会胜出。<對>再过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哈、哦，就是走向去美元化的结算机制，我打上一个问号。問號哦 为什么？你看到这里哈，大陆官媒告诉你了，这个过程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那我们要从它这个组织成立开始谈，它是二零零九年啊成立的。 那最早有这个想法是大概在二十年前哦，这个欧尼尔提出一个 BRICS 金砖四国哦，那历经了很多年在国际投行界的发酵，在二零零九年正式成立这个组织。那一开始就是四个国家哦，就是中国啊、印度、巴西、俄罗斯。嗯、到二零一一年南非加入。加入。但各位这十二年来，这个组织就五个，它没有再扩大，<個>没有再扩容哦。那在这里面的金融提示啊，它谈了。 有关于叫这个金砖银行，它已经成立了，有一千亿美元的紧急储备，这个有点像我们熟悉的 IMF，每次有一些国家出问题啊，欸、他能拨款來撥援助救它，他<對>援助它，所以这个紧急储备其实在挽救万一出了什么状况，系统性风险，它有个资金可以来融通，然后开始在讨论所谓的这个。 贸易改用本币计价或者共同支付，那我就注意到南非这次做一个主办国啊，在这个金融体制上，他提出个想法，他说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先成立一个委员会，我们委员会来讨论，就是贸易改用本币计价，然后是共同支付。至于有记者问他说，那有关金砖币？ 就是你未来是一个共同货币,同货币、哦、甚至可以跟美元分庭抗礼啊，这个事情你怎么看？那南非所有相关跟这个组织的呃的这些高管嘛、啊、首长都说，我们没有这个想法，这 <laughs> 我没有要去美元化。但是呢，显然我刚刚提到里面有路线的分歧嘛，<对>那西方还是认为你在走去美元化，那这个问题怎么跑出来？就要回到去年。 就是去年在这个五百多天前的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啊，美国发动西方国家做了很多的制裁，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把呃俄罗斯的这些金融的机构逐出去这个国际的清算系统，那这个就是典型。本来你货币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对，但是你把它变成武器化的时候，其他国家开始会怕，所以那是不是以后我要跟你美国想法完全？你就用美元出来，你跟我想法不一致，它就变成打击我的一个武器，所以呢？ 这一次这个到底有没有去美元化？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我个人认为去美元化是假议题啦。但是你就是怕到以后啊，有一两个国家开始要走出一个，至少我在降低美元的权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要有一个新的可能。所以我比较界定说，有关这次的看点，如果是金融体制的部分，应该是美元的霸权开始被质疑挑战，它有松动的这个方向，而各国会。 努力去推动所谓的国际货币秩序的多元化，这是我觉得说为什么它是一个里程碑。在国际观上，有可能未来时间长会成了两大阵营的对立。在国际金融体制，就是在我们熟络的美元霸权以后，以后会再跑出另外一个可能的货币的方向。以上，好，谢谢吕副总哦，其讲得非常的清楚哦，所以我认为未来应该还是要持续关注这个金砖国家。 发展的一个情况，当然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哦，就是巴菲特的动向，尤其是他投资的这个苹果、啊、iPhone，据说今年第四的第四季的业绩会大幅度增长，那会不会带来相关的概念股又有一波新的涨势呢？我们广告回来以后来讨论。